各位也可以试试看，按照同样的道理哦，假设说我先把它复制贴了，尽量不要就直接改哦，叫九九码表底线坏了好了哦，也许我就是把这个地方先贴哦，复制贴一个 module， 然后再把这个 module 打开，再按照这个来改的话，它其实按照那个刚刚讲的规则，一就是要初始值，所以初始值就打在哪里，打在回圈的上面哦，所以 i 等于一。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再打上那个 while 回圈，while 当什么 i 的值啊？因为到十嘛，所以小于十就可以。当它小于十的时候，就进到回圈里面。那最后的话呢，哈，这个可以就可以删掉了。如果把它 delete 掉，啊，然后呢，在这个回圈的最下一行，你可以写什么呢？写上一个叫 i 加等于一或 i 等于 i 加一。哎，这样就 OK 了哦，所以有两个 for 回圈嘛，那改一个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啦，你这一回圈不改没关系，执行应该也会跑出我们要的结果，就是跟之前一模一样，有没有？跑出来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你连 J 都要改的话，所以哦，以后写两个回圈，你要外面是 while 里面是 for 可不可以？可以啊，那看你要怎么搭配吧，哦，这没什么说不行的，反正结果对就好了。哦，所以其实有时候啦，程式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哦，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标准程式的标准答案，但是一样的部分就是规则你要熟记啦。哦，你不能说你自己哦，突然之前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我说规则又不是我定的，那规则是人家定出来的，你就是要把规则记熟，就按照那个规则写就没错。哦，你不要突然想到说哦，你喜欢怎么写，那当然一定就会有 bug 啦。OK 哦，那再来一样哦 ，J 的话怎么写？一样嘛，把这边改成什么 ？J 等于一，对不对哈？然后底下这个的话，其实可以把它改成什么？改成这个就把它 delete 掉，改成坏哦。当什么呢？当 J 小于十的时候冒号，然后呢，在这一个回圈里面的最下面一行里面哦，凸出来就不算哦。在这个里面的最下面一行，就是凹进去的最下面一行，打上 J 等于 J 加一 ，OK 哦，这样就 OK 了。所以其实倒也不是很难记啦，只是说可能那个规则哈，要把它记熟，那结果就会是一样的哦。啊，只是说啦哈，像如果有人写这样的话啦，哦，那当然我就习惯把它改回 for 回圈，因为我觉得这样感觉好像也啰嗦了，没有？反而 for 回圈感觉就清爽很多，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以这一题来看，用 for 回圈相对是比较适合的。OK， 但是如果你写 while 回圈，跑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啊，这种东西，这种案例其实在很多人的程式里面常常发生，屡见不鲜，就不同的想的逻辑吧。啊，有的人可能脑筋还是习惯就是说，啊，不要记太多，就是记什么逻辑判断就好了。当什么条件做，当什么条件做 ，OK， 那当然他就用 while 回圈会比较适合。只是说他要补一个初始值跟一个步进值，就是当什么有没有哎必须要加一，否则如果你假设什么忘了加这个 J 加等于 J 加一的话，假设像这样哦，没有步进哦会怎么样？因为 J 怎么样，它一直等于一，那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就会怎么样呢？无穷回圈，所以它一直跑，有没有？当什么时候停下来呢？当宕机为止。所以呢，如果你遇到，请你赶快按这个按钮 terminate， 有没有看到停止那个按键哦？而且要早点按哦，你太晚按来不及了，因为它已经跑到宕机了。那怎么办呢？你要强制关掉，打开还可，就是在哦，这个叫我刚才啊，不过你看我现在在转。啊，希望他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次哦。啊，有了，停下来了。好，不然的话，他如果无穷回圈太久，他就没有回应了。那你可以在下方有没有？那边不是有个 terminate 有没有？就是可以赶快强制给他停下来。因为我刚刚忘了加什么，加那个 J 加等于 J 加一这一段程式哦，那就会你看啊，才跑没多久就很容易就。哦，更何况说你只要差一点点时间的话，哦，那你没救，没救就直接把它关掉，
强制关掉重开就 OK 了，所以这点可能要特别小心一点。那换回圈的话大致上是这样的方式。那底下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再看，就是说那所以换回圈很危险，所以通常我们会在程式里面多加一个关键字，就是说呢，我要让它强制跳离的话，一般的话会加一个所谓的 break。 那 break 的话呢，其实有点像刹车啦， break 当然也就也可以当刹车。那 while 的话呢，有点像是一个油门，就是把它油门踩到底，它就冲啊，对不对？那如果你当什么条件，你就加一个 break， 如果遇到 break 呢，它才会强制跳离。所以 break 前面呢，有时候会加一个什么，加一个什么逻辑，一个逻辑判断。比如说像我这边有个范例啦，while i 小于 200，也就是说它会跑到 200， 跑到199就停。但是我如果要提前停下来的话，我可以在里面加一个 if i 如果大于99的话 break。 所以一直跑，当它跑到100的时候，这个 i 呢 100， 然后会进到这个地方的叙述，就 break。 所以 break 实际上就跳离。所以可以问一下大家了，这个地方I 应该是跑到多少停下来？就是跑到应该什么？当 I 大于 99， 所以大于99的话应该是多少？应该就 100， 所以当它100的时候它就 break 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假设说你要在程式里面强制让while回圈跳离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个 break。 OK， 另外底下的话还有一个叙述就叫 continue 意思，当然白话意思就是继续做的意思啦。continue， 不过我的理解不太一样。 continue 一般我比较习惯喜欢称它为跳过。什么叫跳过？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加一个 continue 的话，它跑到这里来，如果 i percent 2， 意思说求余数如果等于0的话，意思说 i 这个值如果能够被2整除的话，那 continue 的话意思说就是不做下面的事情就是跳过，它会跳到回圈，在等于是下面那一行不会被执行的意思。 OK， 所以特别注意 continue 的话跳过，所以当它能够被2整除跳过，那意思说偶数的就不加，只有加奇数部分。 OK， continue， 也许你可以试看，不过 continue 啦，我是觉得我很少用，你几乎都没有用过了，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用过。为什么？因为可能每个人习惯的写法不太一样。但是 break 一定要用因为太重要了，没有 break 的话可能有些程式都跳不出来了那底下的话请各位帮我写一个练习程式。这个练习程式叫质数判断。那我的需求是这样就是当我输入一个数字的时候 ，OK， 然后呢，你帮我检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一个质数？如果是质数呢，那就 print 出来，是质数；如果反之就不是质数。那所谓的质数应该知道那个定义吧？就是除了一和自己本身以外，你不能被中间的任何数字整除。那你就是质数了比如说53是不是应该就是17是质数嘛18就不是，因为3跟6 就被整除了。 OK， 类似像这样。但问题我希望一个 input 然后一个 output 是 print， 是还是不是，中间会有一个我们的判断的部分，这要程式怎么写？OK， 请各位试试看是否为质数OK， 那刚刚这个画回圈我刚刚是99乘法表所以请各位也许自行再把那个刚刚的就是画回圈的版本改成画回圈版本试试看。另外也可以试试看那个什么里面如果没有加一个这个累加的话，它便会无穷回圈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记得下方有个 terminate 一定要赶快按下去不然的话程式可能会跑到宕机
质数判断是否为质数。